你不会汇集哦，这个早上大概有提了一下，就是我们的汇集资料有需要再重新整理哦，这个我们秘书处会做。好、哦、啊，如果说两年都没有缴，都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哦，没有缴年会，没有参与我们活动，我们会再通知他。然后如果说他不想那个时候不想继续的时候，我们就暂时会给他除名哦，他哪一天想再会。